紧急广播，紧急广播，三区的钥匙丢失，有可能与最强 IP 破坏者有关，请精英探员前往发起追捕。来，一起来哈。我是精英队长钟汉良，让你知道谁最强。区区一个四十三区也敢在我们面前叫。你是最强人，你是最强人吗？石头剪子布。错了的就是卧底是吧？还有一个可能是笨。那个那个谁，什么人？哈哈哈黄子韬。有些时候是凭一种感觉。不是你是吗，珍妮？不是我。就算珍妮是，我也愿意死在他手里。一会儿你保护他吗？不。这一次，最后只会有我一个人出去。那年。我双手插兜，不知道什么叫做对手。他们把这个特异功能叫为这不是特异功能，这是天生的。黑色天生的哥，撕！黄子韬快撕！啊，姐啊，哥啊，干嘛？咋了？他们有问题、啊。萌探探爱快活即来，萌探探探案第三季，5月19日起，每周五18点 ，VIP 抢先看。是个 team，VR 的 team。我们是43区的精英探员，来自蒙塔宇宙最精锐的一支部队。精锐！哈哈哈哈就问你们服不服？我们不服，不服。不是我吹，你们赶紧洗洗睡。我是43区探员王子毅，去，徒手就可以把这里夷为平地。哇、！Sorry，Sorry， 娜扎今天要将你们打败。OK。积极啊！那个谁，什么人？哪个呀？行，累死他！哇，在放水！我到现在没猜过一厘。你是什么原因？怎么到现在没玩着啊？我们太心疼你了。还是不能看，人也成。去，直接去。剪刀石头布。好可爱哦。这把关键呢。我看一个都过不了。我的压力也太大了吧，我这。加油，王子毅们，可以了。来，剪刀石头布。萌探探爱快活即来，萌探探探案第三季，5月19日起，每周五18点 ，VIP 抢先看。监狱。都是嫌疑人，放我出去！你们每个人都要接受审问，给你们一个机会。3分钟，你最好是告诉我后面贴什么，要不然都出不去。我们这一层楼如果没有人淘汰的话，我们整层淘汰。其实难。我不相信你们说的话。你知道了吗？哦。我要说实话，这可怎么办？从雷哥跟我说的，我是从雷哥说的，你也信？你真的是嫖，很嫖啊！他是嫖，他们楼上全是骗子。OK， 我知道了，你跟我说说我是。你男啊？我觉得黄子韬骗我，反正宁静是没骗我。你是西，我看你这个，你是西，不要相信徐志胜，他玩游戏比谁都想赢。卧底肯定是想，一直要赢到最后的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你问他嘛。哥，我是啥？哇，二楼肯定有内讧。黄子韬，你不验吗？过来拍，我是嫖。零，毛毛，请问你的身份是？北。男。男。嫖。北。他。噔。萌探探爱快活即来，萌探探案第三季，5月19日起，每周五18点 ，VIP 抢先看。